你最近在找工作吗？你知道英国找工作都有哪一些途径吗？你知道英国有各式各样的招聘会吗？无论了，今天你是一名在校学生、毕业生，还是考虑跳槽的员工，可能呢都需要花费大量精力跟时间来找工作。那在接下来几期，我们会来聊聊在英国找工作的相关话题。英国一分钟，新闻事事通。今天啊，我们一起来看看最近大型的招聘会 London Careers Fair。这个招聘会啊，在订票网站 Eventbrite 上面很受欢迎，有将近17000名的追踪者。今年的活动呢，将于10月3号在伦敦举行。如果、你觉得线上申请工作不能够充分展现你的能力，那么通过参加招聘会，你呢将可以直接跟公司表达自己的长才。London Careers Fair 属于一个综合型的招聘会，招聘的行业呢包括了金融、教育、营销、人资、IT、医疗等十多大领域。地点呢将会在北伦敦的 Tottenham Hotspur Stadium， 也就是我们熟知的英超热刺队主场举办。找工作呀、是每届留学生都有的世纪难题。如果呢你想了解英国其他的招聘会，欢迎关注我们，下期我们继续聊。本则内容由英国海瑞万仕国际地产赞助播出。